天呢，我们要来给大家介绍一款高贵典雅的 WiFi 蓝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麦斯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 Susan。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给大家介绍一款高贵典雅的 WiFi 蓝牙喇叭 ，B&O 的 Beosound Level。B&O 呢是丹麦的一个百年经典品牌，他们不仅有做音响产品哦，还有做电视。它的音响产品也是横跨家用、商用和车用市场，像很多高端的汽车品牌都有配备他们家的音响产品。Levo 这款喇叭呢有两个颜色，分别是香槟金和星钻银。香槟金呢是金色的铝框搭配浅色的橡木网罩，另外一款呢是星钻银，是银色的铝框搭配灰色的布质网罩，整体外观呢是很有质感的。正面呢是我们 B&O 的品牌 logo， 下方呢是有四个感应器，上方有电源开关按键和麦克风开关键。当您需要使用 Google 语音助理的时候，记得要打开麦克风的开关键哦。边框的上方呢是我们的控制按键，控制按键呢是可以透过触控手势来操作按键的。好，中间呢是我们流畅的把手设计，让你可以轻松的提起。喇叭的背面呢是凹槽磁吸设计，我们的 MagSafe 的充电器上方呢有我们 Type-C 的充电口。喇叭的内部呢总共有五个单体的阵列，分别是两个四寸的低音单体，一个两寸的全音域单体，还有两颗 0.8 寸的高音单体。在低音的部分呢可以输出 79dB 的音量，而中音呢则是可达 96dB， 即使是在户外使用也没有问题。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款喇叭的特色。这款喇叭呢是采用 IP54 的防水防尘防泼溅设计，我们可以放心的携带去户外使用。 Levo 有内建感应器，在您靠近它的时候呢，它会点亮上方的触控按键，并且会根据当时的时间去调整它的亮度。晚上使用的话也非常的方便，在一般音量下 ，Levo 有16个小时的超强续航能力，并且可以智慧的去分析用户的习惯，来调整音量以节省电量。扁方形的设计呢，可以平放于桌上，也可以放置在书架上。还可以搭配专用的壁挂架，壁挂在墙壁上。Levo 呢，可以根据您的摆放的方式去自动做音效的校正，可以在180度或360度发声进行自由切换。Levo 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它的模块化的设计。这个设计不仅可以方便维修，同时可以让我们买家自行的更换电池和无线模组等零组件，来支援未来的新技术，让我们可以长久的使用这款喇叭，可以从多个方向来延长这款喇叭的使用寿命。因为它的独立的模块化设计 ，B&O 号称这是一款可以使用超过10年之久的喇叭。Beosound Level 是一款不用配合其他设备就能独立运作的无线喇叭，同时具备蓝牙和 WiFi 的功能，并支援 AirPlay 2、Chromecast 以及 Sport Connect 等无线串流连接服务。喇叭的外形和功能特色的话就大概介绍到这边，下面我们来听一下这款喇叭的音响效果。Fire when you pull my hair， 今晚只能
讲喏，其实我打扮古老 flavor， 我是打你啊，苦的切苏那一个。明日の今頃にはあなたはどこにいるんだろう、誰を思ってるんだろう。 You we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、 いつか誰かとまた恋に整体觉得他的高音的部分是比较亮丽突出的，而低音的部分的话就是刚刚好，点到为止。总体来说呢，这款喇叭是一款聪明的无线喇叭，而且还可以透过更换模块的方式让您可以长久的使用它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分享到这边了，如果想要试听更多的音响表现的话，欢迎你带上你的音乐来我们的门店试听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Bye.